要不等一下，我们逃出这个门也逃不出这荒山野岭。那有个缸，你帮我烤了里面去啊！等一下，你叫醒他们了。我知道了，怎么做的。 怎么回事？我冻死了！啊！我靠！啊！娘子，醒醒！人跑了，跑了一个，还是红军追，肯定往外面跑了。走，跟我回来！从外面跑了，谁？踹我一脚，痛死我了！痛快！ 外面应该有我们兄弟，还是跑不出去的。你看一下，我们多少兄弟，外面还有狼狗，还有白狼虎豹那么多，他能跑得掉吗？不打！干嘛？再继续睡觉啊！你不睡，你也睡啊！要一睡吗？那我不睡觉，我干嘛呀？你这矮冬瓜肯定是睁眼睛看着，那车脚上还有我们呢。 确保我们安全，我们睡你也睡，你好意思睡吗你啊？人跑了，啊，关了关了，我什么事？我不还在家里吗？关我屁事啊！赶紧滚是吧？别打了，皇上，那个人真跑了，就麻烦了。跑了是保护罪了。 你们说等一下，他就报警，你们拖到完了。过来，你爸爸给我烧一遍，当面是有人烧他，肯定保不住去了。肯定保不住去了。我去烧一遍。啊，先从哪里烧？上面。然后你看看，先把家事拿走。看一下，看一下里面在不在里面。啊，给我过来。啊，就在我们家里面啊。躲猫吗？是吧？啊。 出来，你就死定了啊！告诉你，现在给我放开出来，站着，饶过你的幼稚骨，要不然的话，把你的腰斩！美女，快跑！跑什么跑啊？你他能跑得掉吗？这个地方，可是我们好多人在。嘿，还有我一个，你去哪里了？那你，我把他引过来。 看谁让你！还在睡觉，现在什么事哦？还在睡！起来了！快！看看我邻桌他们外面还有小弟，还有狼狗，那几个逃不出去了，他们会不会防那些警察留了后路的？先把他们绑起来，这绑起来，我们换小路。 你们居然敢逃跑挨了上，还放任我们躲？你们是打算怎么办？你给我让座，还想逃跑？干什么？开！哪里？哦！时间了，赶紧说这条路来，饶过你们那条狗命！你不想让我们外面有多少人还想走小路，忙着没有？ 老实告诉你们，说不说？就算告诉你们小路，你们也跑不掉。我们这那么多狼狗，不说的吗？啊！跑！啊！
你说不说就那不能从左嘴巴里面跑，来说不说说。有没有小鹿？有。别走，从那个老顶，那个老顶，沿着那个树拔上来，拔上去，那个树下面也有一堆柴，拔开那堆柴，看到那个地洞了，那个是我们房顶家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假的，你要耍我们？那、啊、我去看一下吧。那你小心点。要不我带你们去，把我送。带你妈也带。你老实一点。帮我。我要想着张托。把我们放了啊！松绑！你少在那里忽悠我啊！把我们放了，我给钱你。你抓人已经犯法了，知道吗？现在什么社会，你们还抓人？你打我，我就告诉我妈妈，你死定了。我还告诉你妈，你真是有爹妈生没爹妈教。等下我去报警，让警察好好教教你们。你他妈，你敢骗我？那明明就是蚂蚁洞。骗我啊！啊！还有你也是，我要告你们。看来他们是不说就报警，对，必须报警。报什么警？啊！有话好商量。哦，有话好商量。哦，这里有个，看到我，看到了。我用那么好的手机，看来你们赚不少那些黑心钱，祸害了多少家庭？喂？帮我咬。110吗？我要报案。对。有一伙人贩子把我跟一个女孩子捉到这个山坎拉的地方这里啊，他们又把我们卖掉，对外面还有那些小弟还有狼狗什么的啊，你们一定要加倍警力过来啊，你们按照这个手机定位过来就可以了，这手机是他们的，对，我们的手机被他们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，找不到啊，你们赶紧的啊，我们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你们过来，有两个已经被我们制服了啊，好就等你们了啊，好，你们做事不能太绝，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，放你抓我们都想过放我们吗啊，你把我们抓来这里，我爸爸不知道有多心痛，必须让你们接受法律的制裁，让你们在牢里面慢慢改造，对，什么放你们 啊怎么办怎么办？就等着进牢里面去吃那白馒头，踩缝纫机。去什么去？走，再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警察来吧。可以，走。